啱啱飞咗个发，哇！飞完发觉得自己好精神，就系表象啫。其实我精唔精神呢？咁啊，最近失眠噶，都唔系好精神。不过啊，飞咗个头发啊，睇个样好似精神咗好多。我头发咧呢度啊长咗咧，即系动起啊，所以我觉得唔好睇，所以一定要呢度长长地，我都要飞下去。好啦，要翻工啦。个车有啲邋遢，所以要洗下去。如果唔系啊，接咗客见到啊，又俾四个星啊，三个星，有啲衰客俾一个星都会。唉，头先加油用咗一个 coupon 噶20蚊，自己噶要加咗30蚊，啱啱俾咗8蚊啊洗车。希望今晚会忙啲啊。不过今个礼拜尾我唔做到 Uber 乜仔，我就可以做今晚。下个礼拜要考试，星期二考两堂课啦，考试希望会成功。所以我而家翻工时候咧，如果淡啊，喺度等下，我带咗啲书嚟睇书。希望睇书，我星期二唔会输。现在7点，等紧地铁嚟带我去学校。我今日同听日都要辛苦，除咗要辛苦，我而家好鬼担心。听日考试，听日3堂课都考试。虽然呢个礼拜尾我都有温习，不过我觉得唔够。喂，听日。一日考3堂课咯，我就最怕失败。唉，攞唔到 A 冇所谓，最紧要唔好攞到 D， 唔好攞到 F。其实我攞到 C 就冇所谓啊。好多人话亚洲一定要攞到 A， 不过我唔相信啊，一定要攞到 A。仲最紧要咧，冇F 就得啦 ，C minus 我都可以。所以今日一定唔可以懒真系大镬喎。我暂时咧乜都停晒啊，做 gym 啊，做 Uber 啊，拍 YouTube 啊，全部都stop 晒啊。因为而家最紧要咧要温习，准备考试。我好希望我明年可以毕到业，我唔想再推迟啊。
唉，成日都要温习，冇得停。唉，唔知点死啊！虽然温咗好耐，不过都觉得未准备好，成日谂起会失败，我就希望唔会失败。虽然做学生系好，不过我年纪大，唔可以继续做学生。哇，好冻啊，好鬼冻啊！十月中啊，应该冻啦。哇，好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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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唉，虽然我今次系冇懒，不过即系要尽力早啲温习。不过冇做，我系提早即系两三日嚟温习咯。我下次应该提早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，越早越好。我半夜两点嚟学校嚟温习，因为喺屋企温唔到习啊。到到而家仲喺学校，我而家要拎部车去地铁站，再搭地铁嚟。因为晚黑半夜咧喺学校附近可以停车，不过朝头早唔可以。哇，好冻，真系好冻啊！呢几日我真系，唉，唔知点讲啦。总之，真系忙到叫救命，又担心会唔会成功，会唔会失败。虽然我睇咗好耐书，不过都觉得自己啊，都唔系好懂噶，好冻啊！我最怕冻。我记得我三月去咗韩，到咗韩嗰时就好冻，而家系嗰个感觉。哇！而家星期日过，而家觉得冻，咁首尔应该更冻。好冻！好在SDHU 个图书馆系24小时，不过就系俾学生要 show ID 嘅。哎呀！你真系注意啊！因为我啱先好翻，因为我伤风咗成一个礼拜，好多人话圣尼亚嗰个天气真系好好，又唔会冻又唔会热。哇！我而家冻死啦，中国天气好咁噶，冇啊纽约啊巴士顶啊都咁差。不过仲系冻，唉，要去泊部车好麻烦啊，嘥好多时间啊！而家系7点，我第一个 midterm 咪起系9点半，系啊，唔好俾我失败啊！我要成功啊！呢个是我今天第三杯咖啡。我昨天吞了，不是吞，合了3个钟的朝头早3点起了身，直接来学校温习。到现在，现在还很精神，没点眼瞓，不过不知道一阵点，因为我要留到7点，今晚7点。唉，唔知点死啊！阵，突然间我温咁耐，都觉得自己都未准备好嘅。其实呢个感觉咪正唔正常咯？即系你自己系冇信心，不过一阵你考完试，之后咧觉得吓，其实好简单。希望系咁样咯。仲有1个钟嘅考试。
应该怪边个啊？应该怪老师做咩俾啲问题咁鬼难啦？定系应该怪自己冇提早更提早去温习？应该怪自己唔关老师事。不过有时咧都要怪老师，因为佢哋有时咧安排得唔好咯。我喺 SDSU 啊两年咧，我都起码有一两老师真系唔识点教课。唉，仲有一个钟头，要好好啊用嚟温习啦。祝我好运。好眼瞓啊，真系好眼瞓啊！仲有一堂科考试，考完试啊，立即翻屋企瞓觉。我而家都温唔到习，太攰。第四杯咖啡，应该点啊？继续啊，辛苦啊，定系放弃啊？我真的冇曬信心，唉，幾多嘢要記住嘅，我點記得曬啊？特別而家咁鬼攰，一開始考試噶，乜都忘記曬，唉，好失望，好失望。好啦，我覺得呢個學期咧係。最失望。